歌手，因为什么当歌手呢？就是因为我的偶像是张惠妹，所以今天就要唱一下张惠妹的歌曲。也许明天啊，是在我在内地比赛的时候，回到这个台湾区，哇，那么厉害，最低分啊！台湾区最低分的一首歌曲，这么来一个，要来一个，一定最高分，你台湾之光哎，对啊，台湾四位了，啊，四位的最低分哦，原来就是这一首，但是经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中辅堂。加持过，加持过了，就变最高分了哈。对，来，也许明天，谢谢。来，有请。来啊，在我们现场啊，也看到了，来自了我们的新港奉天宫，我们的董事长，董事长来不？胡林来啊，董事长你家哈，欢迎董事长跟夫人。Shit.